哇，肥啦！食咁少練先啊！我唔係練先啊，我係想訓練自己做一隻新興語言嘅喵星人。介紹翻啦，一般嚟講，二十歲嘅年輕人立定跳高，大約可以跳高過自己身高嘅40至50 cm， 好啲嘅仲可以跳到60至70 cm 啊！貓咧，一般可以輕鬆咁跳出比自己身高高五倍嘅高度。如果以貓嘅平均30 cm 嘅身高嚟講，貓就可以跳出150 cm 啦。再睇下喵姐呢只喵星人，哇哇哇！以人類女性平均160 cm 嘅身高咧，再配合貓嘅五倍跳躍，屈指一算，喵姐足足可以跳高過800 cm， 差唔多係三層樓高嘅高度啊！嗱。試幻想一下，以我172 cm 嘅高大身形，再配合五倍嘅跳躍能力，蜘蛛俠都唔係我對手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到時香港嘅超級英雄仲唔係我貓俠肥乸喵？我哋物理學家嚟噶，你俾少少常識好唔好啊？喵星人係天生生出嚟噶，你估練出嚟嘅咩？喂喂，咁俾多幾粒我食啦！原來係咁嘅喎。